会卖这个东西。我手上的这个呢是印度烤饼，这个是很多。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后面唱歌，那个小朋友。为什么说这个是很多呢？因为这个印度的烤饼呢，它都是用这个烤，所以这个就是牛粪。所以今天我就要做的是真印度牛粪烤饼。我买这个牛粪啊，真的是买的异常艰难，因为可以被点燃的牛粪呢，都是干牛粪，而网上卖的牛粪呢，基本上都是用来给花施肥的，已经发酵了的牛粪。我找了好几家，终于有一个善良的卖家，他说他可以帮我上农场先捡一些干牛粪回来。好人，这个卖家真的是一个比较实诚的卖家啊。这里面打开就是牛粪，味道闻起来呢，就是泥土和草的味儿。这个就是牛粪。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，泥土的分享，确实不臭。我不知道我这是做了一期什么样的节目，带你们大家看了一看牛粪，看印度烤饼。这个就是印度的烤饼，众所周知，我们中国的烤饼呢，基本上呢都是隔着燃料烤，但是呢，印度的烤饼它是跟燃料一起烤，就我们直接说的直白一点，直接是把饼放到牛粪上面一起烤，那不就是纸上烤饼吗？准备开始制作。这是打火机，不这么的吧？呀。旁边的人又好心借了我一个打火机啊，这个是防风的，这个数字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超。这一期什么节目，什么都从路人旁边取得的。我感受到了希望，纹丝不动。我会烫到我的手吗？我试一把啊，没火了，但我又没气儿了。我还是直接用酒精块。然后你把这里的东西用那个小块的放上，别着急啊。谢谢，我把这个挑漏。呀，封到我身上了，害怕？它不会封到我脸上吗？好呀，没事。找了，你要看一眼吗？它这个味道不臭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边是有火，我不知道这个相机能不能拍清哦。它这个地方漏烟，漏个火啊。这个牛粪点燃起来真的不臭哎，对，还挺闻。还得再扇一扇。谢谢，这一期节目全都是靠好心路人的帮忙才起来的。扇灭了吧？我再浇一点点。对，那浇就完了，没事。谢谢哥，现在这个火经过这一家人的热心帮助，它终于稍微点燃了一些。哇，这个牛粪里面有小虫子，在往外跑。刚才那个火呢，好像又要灭了，然后好心大哥又帮我，又换了一种方式烤这个牛粪，是用底火先点燃了，然后架着这个牛粪烤。然后感觉比刚才那个火啊，确实大得多了。我先放上去试烤一下。能烤，我看那个视频上面这个印度烤饼呢，烤熟了呢是会上面会起那个小泡，哇，这上面开始疯狂的起小点点了，哇，小点点看到没有？哇塞，我的妈，我上面这个都烤糊了，看这个地方，我的厨艺真的越来越差了。哦，这个直接哇，饼烤着了，完了，这个稍微有点失败。我看那个印度上那个烤饼啊，它是直接放到这个牛粪上面，放到这个火上面，然后它烤完之后呢，烤出来这个饼是黑乎乎的，然后它需要放到一个袋子里面抖掉上面的灰。但是我这个应该是直接烤糊巴了，这个失败的一号我们先暂时放到一边，我们再烤一次吧。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放到这个上面，我看它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上面会起。它这个已经开始起那个小点了，有点呛到我了这个烟。这底下这个牛粪彻底已经烤成黑色，我们直接就这个直接放到这个牛粪上烤，看到底能不能给它烤出来起成泡泡。感觉这样不能跟牛粪充分的接触，这个样子。上面全开始起点点了，哇塞，你们能看到这个地方吧，全都起点点了，就等这个饼熟吧。印度牛粪应该真是这么烤的，因为上面这个我现在能看到那个牛粪上沾的那个燃烧的那个灰，跟我在看那个印度牛粪烤饼视频上面它抖那个灰是一样的，这个灰这个地方。我觉得这牛粪燃是真的有点费劲，现在它又有一点要灭了。但是我这个饼呢，上半部分呢这些呢是熟的，下半部分呢这些就是没有熟的。这就是印度真牛粪烤饼，我把这个灰去一去，然后尝一下，闻着其实味道还好，没有那么的恐怖。看我吃这个饼吗？一直没走，就等看我吃这个饼。大哥他们一家太有意思了，排了整整齐齐在那看我吃饼。还是吃一口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这个味道不难吃，就是葱香饼干那个味儿，真的不难吃。你要吃一口吗？挑这个脆的地方，稍微会有点烤糊吧。我给你掰一下吧，是那种葱香饼干，稍微发一点咸。脆脆的呗。大姐说这个饼吃起来呢，就是脆脆的，然后就像我形容的那样，是有一种葱香饼干的味道，不会像你预期里那么恐怖的一个味道。如果不跟你说它是用牛粪烤出来的话，你应该是吃不出来的。这个牛粪烤饼的味道呢，还是挺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吃一吃吧哈，另一杯口来。
要忘记给我三连哦。好啦，我是花二，喜欢我的话记得关注哟，不要忘记三连呢、哦。